在梦里停顿，数着记忆的年轮，唯独那句炙热的情深。该不会是两个人在下边打起来了吧？交给旧一寸，把故事封存。爱是红尘留下的余温，花开花落聚散成印痕，任由岁月天真为伊人。爱是荒芜遇见的初春，无声无息推开了心门。楚思明，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你就当我疯，当我傻吧。你明明认输就可以，你为何非要那样？你是认定我一定会救你，你是认定我沈景一定不会舍下你是吗？是。你，楚思明，我问你，如果今日是我遇险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如同你一般，拼命救你。那你为何要写休书于我，非要赶我离开？千钧大人，在此讨论儿女私情恐怕不妥吧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楚思明，你只会一味的逃避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直面自己的情感？你明明心里有爱却一直不开口承认，你这样到底是在折磨我还是在折磨你自己？如果与我一起让你这么痛楚，那你还是早些离开为好。如果我离开就能放下你，我就不会再回来。既然你不愿离开，那我走。小姐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柔柔，我想喝酒。那不行，军中禁酒。你怎么跟楚秀明一样气我啊？哎，说到将军，我刚刚知晓将军回府去了。他回他的府，我在我的军中。既然当了监军啊，就不能一味的只为自己出气。君务为重啊，小姐，你现在啊说话跟将军越来越像。像他又怎么样？这楚修明啊是铁定要把我给休。
你说将军要休了你，休书何在？我撕了呀。谁证明？我亲手撕的，要谁证明？我是说，你说将军休了你，可休书被你撕了，谁又能证明将军休了小姐呢？不是，我是撕了，但他还可以再写。那你可以再撕呀。那这样骗自己有意思吗？那你这样骗自己有意思吗？小姐，我知道你爱将军，你放不下他。你现在如果放弃，你将来肯定会后悔的。打起精神来，就算骗，你也不能骗自己啊，你得把将军骗回你身边。那怎么骗啊？您回来了，夫人。夫人，听说您当上了监军大人，元儿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。谢谢。夫人穿这身盔甲甚是好看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何时才能搬回来啊？你再不回来，小聪都蔫了。是啊，军中条件肯定不如府中好。您多多回来，我们做点好吃的给您补一补。好。将军他……将军他一早便起来了，现在正在书房处理公务呢。哦，那你们帮我准备一些吃食，我一会儿去找他，然后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好好好，夫人请。将军。将军尽管处理公务，我不会打扰到将军。劳烦监军大人隐没，属下不敢。此乃将军府中，只有夫人，并无监军。可你我已无夫妻之名。休书已毁，无人知道休书一事。若是将军执意要休了我，那也得禀明皇上，说清缘由吧。在此之前，将军可否暂且与我维持夫妻名分？好，我暂且应你。在外人面前，你我还以夫妇相称；可在军中，你仍是属下的监军。好。现在不管是以夫人的身份还是监军的身份，我都恳请将军返回军中。军中不可一日无将，切不可因你我儿女私情而误了军中大事。夫人当真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与你胡闹。我愿协助你处理军中大小事务，不会给你添乱。毕竟保家卫国责任重大，于公于私我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薄力。将军府中大小事务你也不必担心，我会妥善处理，绝不让将军有后顾之忧。好，那你我二人即刻回军营。将军且慢，我已命人备好酒菜，我们吃完再回。